从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到梦醒时分，知性歌后陈明真拥有不少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一直在听众们的心中。5月10号，陈明真现身上海，为好友范景祥发起的公益音乐会担任音乐大使的身份。音乐会当天，还有音乐才女林忆馨、暖心歌手田家达、灵魂美声郑双双纷纷到场助阵。陈明真更是现场经典放送，将现场听众拉回那段流金岁月中。是永远都能忘的爱，所有真心的真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离开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不仅致敬经典，近年来同样专注公益事业的陈明真，趁着母亲节到来前夕，创作了关于节日专题的公益歌曲《感谢妈妈的爱》，现场也分享了创作初衷，有爱满满。我最近也有一首公益歌曲，感谢妈妈的爱，因为刚好今天是5月10号嘛，所以5月10号母亲节。特地做了这首公益歌曲，感谢妈妈的爱，献给全天下最最最伟大的母亲，因为有妈妈才有我们站在这里，所以呢送给妈妈，感谢妈妈的爱。对，不仅有歌坛前辈陈明真老师的大力支持，范景祥先生此番的公益活动受到了圈内一众好友的认可，接下来的他也将有新的公益计划。所以我们接下来其实我们会到不同的城市去演唱，甚至也有好朋友已经给我们提出邀约，说城市慢生活这么有爱的一个项目，每年5月10号为了5月12号，为了致敬全球的慢性疲劳之外，可不可以在年底也可以做一个岁末年终的传爱，可不可以在中国年的时候做一些中国的一个应该讲说除旧布新的传爱等等，我们也都有计划，希望说借由音乐再去传递更多的力量。那每一个好朋友们也都是公益大使，我觉得他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时时刻刻也都在传递着。对。